继续来关心新港乡的消息。以青蛙、龙猫等主题闻名的新港彩绘村，现在每个假日都涌进大量的游客，加上团贩愈来愈多，这唔难改变顺坡龙村的样貌。加上停车、便所、垃圾等等的问题来出现，这对当地居民生活拢产生真大的影响。新港仑仔桥是大港码南下嘉义要紧进入嘉义县的入口处，原本淳朴的农村只有大港码南下一用的大批的人潮，但现在每到假日，以北仑、南仑为主的彩绘村就涌进真多游客，而且一世界都是找停车位叫车。若是讲到停车，当地民众也抱怨未少。啊，讲停车，即摆停啊，步行街有够挤啊！即摆停车是。你若共停开了，啊！你算讲有人咧载物件的限位吼，你爱共啥方过？你毋免你一直为中共读咧。位在嘉义分林交界的北仑，因为鹿北乡亲陈丽丽回乡发起着彩绘社区的活动，并以青蛙和龙猫为主题进行大面积的彩绘，这可能引真济外地游客涌入淳朴的农村，也带来相关问题，包括乱停车、粪扫、粪扫。噪音含影响到民众的生活。人较侪啦，人较侪，你算讲人啊咧，车内你爱先坐落往过，你唔卖有中人夹的啦，对无？啊，一寡人伙仔较无方便的，你爱甲牵得好势，啊卖有中人夹。因为彩绘和社区并无共款，民众表示，今年元旦每天涌进上万名游客，当地有人欢喜有游客来到社区，但游客人潮造成着相关问题，影响居民生活，有人抱怨。加上农历春节将要来到，若无意外，新港的彩绘村绝对是热门的景点之一，相关问题需要地方开会协调达成共识。新港乡彩虹报道。